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视觉系表演了。是。哎呦，都想大一了是吧？因为大一这两天录《非你莫属》了，我跟你说呀。骑马射箭去玩一玩去。皇上，你走了我就完了呀，皇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万万没想到。王彤，32岁，北方汽修专修学院汽车维修与养护中专学历。企业家们好，主持人好，老师们好，我叫王彤，是一名视觉系的表演者。那么接下来我想利用一种不同的表演的方式让各位。谢，太精彩了！刚才他手中的这两个万花筒都组成了什么样的词语？大家看到了吗？非你莫属，非你莫属。企业家们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非你莫属。还有什么？企业家们好，对，来了，敬请期待。敬请期待。一名视觉表演者，这个字是要提前咱们设计好吗？在里边打进去？对，它这个设备呢，它有一套一个独立的一个系统。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文字全部编辑好，放到那个系统里面。怎么来操控呢？好，它是一个按钮，把它打开之后，它有四个档位。那么第一个档位呢，就是我们的非你莫属的一个档位。然后当你在甩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文字的信息。但是呢，它只是一个，它是呈现不出来的。它需要两个，在甩动的时候成型一个圆形。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文字是饱满的。它这个里面的图案都是可以定制的吗？对，它里面可以有成千上百种图形啊，就都可以换。对，喜欢什么就更换什么就可以了。明白了。你练这个练了多久呀？我从事这个行业从事了大概快有9年的时间了。这个东西训练是很好训练的。它大概是可以花3个月可以学到一个基本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你是从事了9年，那你觉得在这9年当中最难熬的时刻是什么呢？是创作属于自己的一个作品，这是最难熬的。除了表演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面，然后去听一些音乐，或者说去看一些其他不同类型的表演，或者说是看一些动漫，然后去找一些灵感。对，然后这种灵感呢，它并不是你是冥思苦想出来的，是你在接触某一个事物的时候突然之间它是呈现出来的。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都是靠幻想，它没有实物，它是靠幻想出来的。幻想，对，其实你看一些教学什么的你是看不懂的，只能靠自己慢慢的去领悟。哦，就是说没有师傅是吗？没有师傅。对，我也比较感兴趣，就是你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另外一个人，他在以观众的视角去给你看，然后指导你说这个要怎么改，怎么图案会更好看？没有。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他正前方会有一个镜子。对，冲着镜子练。对，冲着这个镜子看一下，看看哪些地方是好的，你就保留；哪些地方不好的，你就把它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你刚才叫视觉系表演，对，当时是怎么学的视觉系表演？我念你个人资料的时候，我念的是某汽车专修学院汽车维修与养护。对，因为我在2008年的时候高二就没有去读了，辍学之后，那时候其实很想做的是美容美发，因为那时候我对美发很感兴趣。但是我的家人一直觉得你做个美容美发它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职业，家人一直让我去做这个汽车维修这一行业，然后呢就去了那个北方汽车专修学院。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每天都在想一个问题，我学这个，我学它干嘛？那时候一个月才500块钱，说实话是真的是很困难去生活的。但是呢，他的在 4S 店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可以包你吃，可以包你住。嗯。但是那种环境，说实话确实很累。对，挺糟心的，很累的。虽然说很讨厌这份工作，但是我还会去做。大概做了一年之后就不做这个行业了，我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找过很多的户外的工作，就是卖一些登山包啊、冲锋衣啊等等，是卖一些这种产品。但是我对这种产品也并不是很感兴趣。我说既然做了这么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那我能不能去做一些我比较喜欢做的一份工作呢？然后到了2013年之后呢，我就去找了一份有关魔术的一个行业，我觉得这份工作肯定会比较适合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2009年的时候，一到2013年的时候，我就会简单的一些小魔术，我觉得这种小魔术应该可以了。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下魔术店的一份工作。魔术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魔术道具，好多的道具，你想学习不知道从何下手。我就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圈圈，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圈圈？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我问了很多的人，很多的魔术师，他们说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因为他们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在2013年的时候，最火的那一年是魔术的一年，你在北京，你一板砖拍下去，99个都是魔术师，还有一个是专业的魔术师，你想跟他们去抢占市场是抢不过他们的。然后我就跟别人都不一样，别人都在选择走这条路，我偏偏选择一条小路。对，这条小路可能没有人去走过，也没有人愿意去走，大家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但是我又毅然决然地去走这条小路，就是刚刚这个视觉系的表演。对，想法挺对的。哎，我请教一下，视觉系表演和魔术不是一回事儿？它不是一回事儿，魔术是利用手法、特殊的道具所完成的一个效果。嗯，而咱们这个视觉系的呢，它是完全通过你的手法去完成的。它有没有在练习的时候受过伤？有，受过伤最多的都是你的食指、中指跟你的大拇指，它会对，它会磨掉你一层肉，它会把你一层肉全部磨平，然后它就会起那种血泡。但是起了血泡之后呢，你不要把它挑开，你可以让它沉淀下去，成为一个厚厚的一个茧子，它就成了一个保护膜。这样当你在做舞台上去做表演的时候，它就可以成为你一个比较好的一层保护的一个作用。我觉得王彤是一个匠人，特别质朴，特别好。刚才你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万花筒的展示。对啊，你刚才说你还学了什么圈圈？对，你还会什么视觉系的表演？我还会八字环、圆月弯刀。什么叫圆月弯刀呢？圆月弯刀呢，其实在我们的古龙小说里面就已经提到了圆月弯刀这个兵器。对，还有一部电视剧，它所拍摄的也叫做圆月弯刀，就是我们古天乐老师演的那个丁鹏的那个角色，他在里面使用的那个兵器就是圆月弯刀。其实当时我想的时候，我想把它这个东西能不能搬到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玩一玩这个东西。自己做这个道具？对。做成了吗？做成了。这个现在也可以做成视觉系的表演吗？对。那你愿不愿意接下来给我们带来圆月弯刀还有八字环的表演？对对对对，好吗？来，我们掌声有请。
什么叫视觉系表演呢？是借助道具上的这个颜色，还有场景灯光的明暗的变化，它的这个表演会给人们一种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彩虹圈圈，彩虹圈圈就类似那个东西，混天绫啊，哎，特别好玩。来，哪位企业家想上来体验一下？大风要不要来体验一下？金宁，来，有请。还有大的圈圈，呼啦圈，好，轻轻的去旋转你这个圈圈，保持这个圈圈带劲的轨迹。哇，这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好像感觉都漂浮起来了一样。那个你要保持好，保持这个圈圈的轨迹，用你的手轻轻的去旋转这个轨迹。对，用你最舒服的一个体位。对，好，旋转旋转，旋转到一定的时候，你的手是掰不过去了，对不对？对。好，轻轻的把手臂放开，然后用你的手背翻转一下。对，它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它回来的过程当中，你要保持它的那个轨。技才可以，你是有加速度的，他那个是没有的。对 对，其实两只手玩这个圈圈是最好玩的，它有很多无限想象的空间在里面。对，好，这个呢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去旋转。哇塞，就完全进去了，好棒哎！太棒了！哇塞，对，它也同时可以把它放成一个滑梯的形状。哇哇，好魔幻，神奇，真好！哇，好好啊，感觉瞬间停滞了那种状态，好丝滑呀，看上去。对呀、啊，啊，真好，真不错。所以我觉得王彤他的表演，让我们感觉到神奇是在于，不仅仅他的技巧。还有他对于这个道具力量的把握，对，他与这个道具那个力量的那一点的寻找是最完美的，对，就停滞那一下的那个点，对，特别像我们这个小时候那个看那个霹雳舞，有没有？对，特别像霹雳，对，像那个鬼步啊什么的，那个节奏感，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就在动的过程中，你凝固的那一刻，就感觉那个平衡度找得特别好，对。真是就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啊！就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企业家，也送给王彤啊！你现在有没有借助短视频平台来让自己这个视觉系表演让更多的人知道？啊，是有的啊，所以我做了3年之后，因为2020我也在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也没有做起来，因为并不知道怎么样去玩。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也没有做好。
然后到了今年的7月21号了之后，突然之间就爆火，在抖音短视频上面，就是那一天大概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每天我直播是从下午的6点到7点钟，火到什么程度，就是在线观看有4万多人，他总场观数呢大概是45万到50万。其实在直播间我也是蛮担心的，因为我有一点近视嘛，我以为上面就变成4个人了，后面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发弹幕，他说老师你看错了，是4万加。你当时截图了吗？我当时截了一个，但是没有截到4万呢，我大概截的是个2万的。我们来看看你直播间的截图好不好？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没问题没问题。这当时是在哪儿啊？这是在我们家的一个小院子里面。你们家的院子里？对，就这么简陋的环境？就很简陋的，这就是我们家最真实的一个环境，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去做这方面的直播。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说了那些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有时候就是吸铁石，还有人说上面是有磁铁，还有人会觉得旁边是不是站了一个是有人按着遥控器。那其实每一种画面其实他们讲了，其实我觉得都是开拓他们的大脑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对，它可以让我创造更多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王彤给了我们很多启发，现在我们都在做短视频，有很多自己的技术，就是王彤就是很直接很单纯，对，就用他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创意去等待了这个平台的推送。对，你现在如何看待你突然之间火了这件事儿？有这么多人观看，其实对我来说我是蛮开心的。他挣钱与不挣钱对我来说都并不是很重要。不对啊，一般很多人想人多是因为想火想挣钱。对，那你为什么跟别人想的不一样呢？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没有短视频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挺火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短视频大家都不认识。但其实呢，我也上过很多很多的电视台，也录制过很多很多的春晚，全这种虚荣心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需要了，我只要平静的去接待他就可以了，对吧？平常心去看就可以了。嗯，你对于自己未来有什么规划和打算吗？它有2、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在线下可以收很多很多的一个学员，嗯，让更多的学员呢可以学到这个东西。收徒，这是一个。对，收徒，他并不是要把他培养成什么表演者，是，我觉得它是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健身的一个项目。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售卖这些道具，嗯，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我们也在做自己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可以组建一个2、3个人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团队，然后在直播间可以把这个直播的视频的这个画面节目给它做得更加的丰满一点。你资料里头写，在直播间里的时候，如果观看的人数特别多，你会经常用一些彩蛋式的表演，对，来回馈支持你的这些观众和粉丝，是吧？对，好像道具是一个球，对，它是一个球。什么球？它是一个水晶塑胶做成的一个球。水晶球。对，那接下来，嗯，我再提出也是今天最后一个邀请，嗯，请你把这个水晶球的表演在舞台上跟我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彤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把掌声送给王彤，希望电视机前能有更多的朋友了解视觉系表演，也希望有朋友能够加入到你的行列当中，早点实现你的小心愿，组建一个团队。总之，我们祝愿王彤的未来一切都好，再次把掌声送给他。谢谢王彤，谢谢。来，让我们请出求职者登场。
朱文顺，31岁，天津人，初中学历。大家好，我叫朱文顺，今年31岁，天津卫土生土长的娃娃。今天我要应聘的工作是销售类，还有就是短视频创作，还有直播行业。谢谢大家。来，欢迎你，朱文顺。好，谢谢。来，请坐。怎么是初中学历呢？高中没上。因为从小吧，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条件是不是特别好？嗯，上初中那会儿，我父母那会儿已经在咱们天津这会儿有高批发商场大胡同，您知道吗？啊，知道。他们在那边就干买卖，卖箱包行业，干箱包。对，箱包批发的。他们想干这个事业的话吧，就是家里面条件没有钱，经常我会跟父母去找亲戚啊，或者是所谓的我这些个我爸爸那些伯伯啊，这些都去借钱去，都会吃闭门羹。我从小就记住了，就是那个点，就是我一定要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去创业也好，通过自己打拼也好，一定不能让父母去受那些白眼儿。学习也会实现抱负啊。其实我现在你说我后悔，我也在后悔，没有去当时好好去学习啊，或怎么样的。所以说现在我特别的羡慕这帮00后的弟弟妹妹们，有机会学习哈。对对对对。你是04年就下来做生意了是吗？做等于就是跟着家里干。哎，对，跟着家里干，也在学习。卖箱包。对对对对，毕竟啊也是小孩儿，然后吧就是生活阅历包括销售的能力也不是这么强，当时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旁边的店铺发货能发这么好呢？我说我怎么就发不出去呢？我就自己去找原因，自己去研究到底是咱们的品类出了问题，还是说咱们的价格出了问题，还是说咱们的服务出了问题，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自己在琢磨这个问题，观察跟学习。然后慢慢的话的就是赶上了一个风口吧，机缘巧合，那会儿刚流行网上购物，哎，小年轻都喜欢网买东西，买个这个买个那个，然后我也是喜欢那种，哎，买个什么衣服啊鞋呀，容易分享，就直接发到朋友圈里了，就没想到，哎，好多就是朋友圈的朋友会问，哎，你这哪买的呀？这多钱买的呀？我就嗅到了这个商业的这个点。然后我是大概从2014年把线下的客户几乎都转到了线上的客户，去做电商，就是做微商这个行业。哦，我看你一直从04年做到2014年，平均下来月收入就20000。嗯，哎，这不错呀。嗯，还可以。啊，然后2014年开始转了电商了。嗯，就30000了。一直做到现在。对，买到了人生第一套别墅。嗯，这别墅多少钱能问问吗？嗯，全款700。全款700。嗯，怎么说呢，就是从小苦日子过惯了，嗯，买这个房其实就是为了父母，想给父母长一下脸吧。而且我是一个特别舍得为家人花钱的。嗯，你在社会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你怎么理解销售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是老话吧，没有卖不出去的货，只有卖不出去货的人。就是如果你的坚信点坚信到那里了，就是以你的专业性，包括产品的卖点在于哪，客户的痛点在于哪，了解这个产品，觉得这个东西用得好，是真真实实在在的用得好，你推荐给客户把这个产品卖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种特别自我开心的一个点。嗯，是这个点。电商你都是做哪几个平台？现在我是做抖音平台，今年是刚做的4个月左右。现在呢，就是每天也会做短视频的创作，还有就是做直播带货。哦，你是自己做了个号是吗？对对对，抖音号。然后在号上还卖货。等于我是先是用每天咱分享天津话，各种的形式的天津话去分享到这个平台上，然后呢收获了挺多粉丝的，包括晚上会每天直播带货。哦，这也是个特色，你这天津话说得也很地道。嗯，所有的作品没有花过一毛钱的投流或投抖价这些东西。现在做了4个月，有15000的粉丝。我们能看看你的抖音短视频吗？啊，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看一看。天津话到底有多省事？普通话。这也太震撼了吧！天津话。嚯！普通话。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天津话。啥？天津孩子从小难过得说。妈妈，我饿了。骂完你饿了，刚才让你吃剩饭你不吃，现在饿了是吧？看那桌子底了吗？上底饿呀，啊，上里面饿点，别踩你爪啊，你饿着吧，给那不错，挺有天津特色的哈。但是好像这个目前天津本地的好多的账号他也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嗯，用这样方式。啊，我觉得主要是输出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啊。
那你怎么来选择你输出的内容呢？我觉得其实段子就源于生活。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娃娃，最高的一条作品观看量在大概600万左右。做短视频的话，其实如果是你把你的内容优化了之后，其实没有这么难的。甭管是你直播带货也好，去变现也好，其实现在粉丝要的就是一点，你要共鸣，好点你要接地气儿。拍摄、剪辑、文案都是你自己做吗？对，我没有团队，都是我自己。你这个4个月的带货的话，大概有多少流水啊？抖音的话，反正现在一天要是卖的比较好的话，可能能卖个100-200单吧。卖什么？大概流水，卖皮箱吗？不是的，我现在我是做全品类的主播，4个月应该能赚了几万块钱，不超5万吧，4万多块钱。1个月1万块钱。差不多吧。差不多是这样。供应链从哪来？直接从商城里自选。对，没错。所以佣金都比较低，就是带这上面的东西。对。就是我们现在进你直播间了，马上我们开始哈。行，那我现在就以我每天平时的直播状态吧。大家好啊，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哥姐们啊。咱们啊，昨天是不是都买咱主播家的轻薄鞋了？哎呦，我跟你说呀，这鞋子卖老多了，反馈率老好了啊。而且咱们家好多粉丝就问我啊，想要嘛？你说这轻薄鞋这么舒服，有没有给老爹老娘穿的？我说那太油了呀。今天啊，主播顺子给你们介绍一款什么产品，就是咱们一款品牌的老年足力尖。这老爹老娘平时啊，就是穿那鞋不舒服的，也平时那脚比较宽的，负面比较高的，对吧？今天这个鞋子你们一定要带回家，而且是官方旗舰店黑标给大家发货的啊，放心大家。而且好一点，299的价格咱们今天不要了，我今天直接给大家直接5折的价格，139的价格给不给力？我觉得价格很给力。今天在顺子的直播间里，你买这款产品手着货不耐不喜欢，不像主播说这么软乎，不像主播说像那种踩实感的倍儿软乎的鞋子，你给主播退回来，我不会让大家给主播直播间里花冤枉一分钱，谢谢大家。因为我挺喜欢主播你身上那衣服的，你介绍一下呗。好嘞，那现在咱就天津大衣的版本来了啊，来啊，哎呦，都想大衣了是吧？哎呦，我跟你说呀，你们都想大衣是吧？这两天为嘛没播呢？因为大衣这两天路非你莫属了，我跟你说呀，你们看啊，看到我儿子站旁边了吧？都奈我儿子身上穿的跑楼衫吧？我跟您说呀，这跑楼衫啊，您看啊，他这个尤其咱们现在夏天穿。全部都是一个冰丝小面料的，冰冰丝丝凉凉滑滑的，不沾身子的，就是好多身材倍儿胖的，比如说200来斤不好买衣服。咱们今天这款啊跑楼衫给大家做到了加大加肥加大版本，可以最大穿到220斤，实体店去买都要100多块钱。咱们今天不啰嗦不废话，主播不喜欢墨迹，直接给你炸福利，直接给大家做到59块钱的福利。咱们想去抢的哥姐们，1号链接3、2、1，准备上车，来，直接手快有手慢无，直接抢就好了，谢谢。我觉得首先在话术和表现力上哈，我还是有的，然后可能在一些专业上，就是比如说卖衣服，那你讲讲形色质哈，就是我听到更多他可能是基于他的这种表现表演力，但是对产品本身可能塑造没有那么够啊。当然我觉得他这么聪明伶俐，他肯定会很快的能够上到哈。一般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播他都会有3块一定要在卖货的时候讲到的要点。第一个呢是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你要买，对。然后你刚刚其实是圈到了人群痛点的，比如说你圈到了胖的人或者圈到了老的人。第二点呢是说你为什么要跟我买。第三点呢是为什么要今天买啊？所以你为什么今天买，你做得很好，今天打折，但是为什么要跟你买？两个案例里面都没有展示到，所以我觉得这块是我们整体销售本身的一个小小的小薄弱。这边我要提升的这块呀，我觉得我的销售能力是挺强的，可能就是在台上的话，可能没有说充分的发挥出和演示出来吧。那我看你今天的这个求职上面，期望薪酬是写到了6万。对，这个因为现在以我自己做，比如说电商也好。包括就像直播也好，我觉得一个月挣6万块钱我是可以的。我看不到你拿6万块钱的这个底气，一个老板肯给你6万，那你猜他希望你给他挣回来多少？就靠自己的业绩嘛，靠销售能力嘛，我觉得我是可以把这方面做好的。
就是所有的主播的工资肯定没有底薪六万的，你也不是 KOL。 那作为一个普通的 KOC， 我们正常的底薪其实基本上就是4000到10000，剩下全部都是提成制，只有一个保底，你能不能接受我说的这个底薪？不太能接受。那如果咱现在换一个问法，你能接受的底薪是多少？能接受的话啊，50000吧。接下来我想问问文顺，我们今天的面试还有这个技能展示，你要挑战一下吗？有带来什么技能吗？要不咱唱个歌行吗？行啊，行。那我们掌声欢迎朱文顺为我们带来歌曲表演，来，欢迎。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就见识阿拉沙漠，孤一人站在太阳下。Oh yeah， 26.6°，快要分光我的野猪，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哇啦啦啦，天在下雨，哇啦啦啦，云在哭泣，哇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乱想，哇啦啦啦，让我去淋雨。Oh yeah， 我就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对，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这首歌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在初中表演节目的时候唱过这首歌，挺喜欢的。对喜欢歌词。对，比如这个歌名嘛，找自己嘛，找回就是最好的状态的自己啊。你现在能找到最好状态的自己吗？我说的是能找到。对，找到了。找到了。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哎，好吧，来，我们进入他的职场情商课。你的名牌包是真的，同事背的是同款假的，不知情的另一个同事说你俩包一样啊，你会怎么办？就直接，这个包就是我们朋友送的，我们媳妇给买的，哎，挺好看的，我也不太懂包，平时你就平时背着玩吧。就这样打马虎眼过去了哈。对，那你这样考虑是不是因为要给那个背假包的同事留点颜面啊？对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当场揭穿。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在去回答这道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是那种大哥范儿，然后是特别那种江湖范儿。其实我刚才呀，在这边我写了一句话，我说你已做大哥很多年，就不要再难为自己了。其实职场这条路，似乎好像大概可能啊，不太适合你。职场的话还是需要我的，因为我觉得职场的话需要这种有展现能力的，还有就是销售能力也好，包括语言组织能力也好，我觉得需要这种大哥的。但是假如说今天的话，你如果去我们这个陈伟总的公司里面，你觉得他如果有一些公司的规定的话，可能跟你的意见不符，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怎么办？是他做大姐呢，还是你做大哥呢？那这种事情你怎么处理呢？我们俩商量呗，没问题，商量就行了。陈薇的话，你会接受这样的员工吗？如果在职场真正的朝九晚五上班，首先我会说我肯定不接受的，因为管理成本太高，实话实说啊。我在我们企业就有一点对人力资源人力总监的要求，就是永远不招人力管理成本高的人，就是你一看就是一个管理成本很高、情绪价值极大的人啊，但是他并不影响你去做一个很好的 IP 和达人，我依然很看好你啊。还是库尔特那个形容吧，我觉得比较贴切。你在过往你的那个世界里头，那个丛林里头，你可能是王者之一，但是到了企业之后，确实有一个强龙和地头蛇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没错，陈薇的评价我觉得非常老道。对，就是可能你的人力资源管理成本会略高一点。看你这份简历，说实话，这是今天你登上了咱们非你莫属，如果这个是我在公司收到的简历，我肯定让人力直接扔垃圾桶了。你看啊，你的简历啊，这一路走来每步都很深刻，才华这东西再低调都掩盖不住，
然后人家问你在同事眼中的自己，你说那得问他们呀。就是我觉得你挺幽默的，但是今天我们进入职场要有一个给到别人很正式的，并且尊重这个场合，尊重这次面试。可能我看到你这个简历，我确实觉得就是这人不太正经，或者没有很用心的来尊重这件事情。没有。那你跟我讲讲你的简历为什么这么写，为了幽默我们。可能就是平时我以就是这种拍短视频吧，以搞笑的形式这种拍习惯，可能就是对这个职场，各位老板说实话啊，我第一次来求职，然后也没有去上哪个企业哪个单位去上过班，这是第一次。可能我对这个职场上的很多的所谓的这些个禁忌点啊，没有说考察的太清楚，所以说这个事情是我的疏忽。小朱，我最后再跟你确认一下，这样的话我就请各位企业家做选择了。你的期望薪酬写的是60000，对，你要做调整和更改吗？那我能接受就是4至6万的工资吧。4万到6万。对，就是还是按照我自己想法吧，我觉得我以我的能力是可以赚到这些钱的。咱们看一下各位企业家最终会作何选择，有请各位。很遗憾，老板们都灭灯了，这个结果我想包括观众朋友也不会感觉到意外。4到6万的这个综合薪酬确实不低，就有点高了是吧？确实有点高。你过去能赚到的钱，那确实是你的本事，你牛，真牛啊。但是你要到了职场，第一件事儿就是你得给一个职场预期的薪酬，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区间。加一点补充吧。一般来说，对于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来说啊，面试准备好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你非常确认的目标之下的能力匹配，第二点呢是你的底线，第三点呢是你薪酬的上限。就是一般来说，哪怕我们在企业里面谈工资，也是说一上一下两轮谈完，很干脆的。所以我觉得这三点一定要拿好。好，谢谢，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朱文顺，再见。感谢主持人，加油啊！哎，再见。好的，好的。我觉得今天受益匪浅，然后我也想通过以后自己的努力吧，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来，让我们请出求职者登场。你好。林东阳，38岁，徐州文化艺术学校话剧影视表演专业。老师好，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现居天津静海，叫林东阳。我求职的岗位呢，就是文化传媒、新媒体，还有那个少儿口才表演这一方面的工作。大伟老师，好，东阳，请坐。哎，今天是中国式求职哈。啊，是。今天来给你加油助威的是谁呀？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啊，大家好，大家好，老师们好。怎么称呼您？我姓刘。刘女士哈。对。你跟东阳是怎么认识的？挺传奇的吧，就是我那时候在上大学，有一次就是过年，我们放假回家，他呢也是就是拍戏完了要回家，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那时候呢就是上下铺嘛，他睡在中间，我睡在下边，他就嗑瓜子儿，然后就扔到我那个书上了。他倒是挺和蔼和蔼可亲的那种，他就跟我道歉了。还挺巧，就这事儿本来过去我们就觉得就过去了，然后过完年以后我们两个又坐了同一列火车，然后我去上学，他又去那边拍戏了。然后就觉得哎呀挺有缘分的，然后互相就留了个电话，后来就没事就老联系。哎，那我在这里很好奇，为什么被我们这个台上这位打动啊？就是刚开始嘛，因为没接触过这种行业，就觉得挺好玩的，好奇，然后就没事就聊聊聊。后来我就发现，因为他也挺苦的，这个他的身世，10几岁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然后呢他就一边就是求学，一边就打工，就帮助他们家里，因为妈妈生病时候欠了不少的账，然后呢就帮助爸爸还这个债。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本质挺好的，特别善良，然后觉得这个人还挺好的。你当时上这个文化艺术学校学费贵吗？6800。年？2001年的时候那就很贵了。我爸他的工资，包括我哥的工资，都加在一起去上这个徐州市文化艺术学校，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文艺这一块。你第一次触电是多大？拍戏呢，
就是由于在南京电影制片厂，然后呢就是他改体了嘛，只做了三个月，然后呢就把我分配到浙江省东洋亚太影视学院培训中心当助教了。但是呢我觉得不是太好呢，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在家里面就沉寂了好长时间，非常的消极。我哥呢也说了，哎呀，就是不争气的玩吧，干嘛学的这个东西，学的那个东西，现在在家里天天躺着。偶尔一个机会，南影厂的一些我是那个学长，哎，他说你在家干什么了，我说没事，剧组里面缺少一个这个服装，你过来帮帮忙。一开始做的最低最低的活，比如说这场戏四五十人脱完了以后全身都是湿透了，真是那个臭鞋子，就用一个大盆，几个这个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服装小弟啊，就在那儿搓啊手洗啊手洗手洗这些。那你一天得洗多少件啊？最多时候最多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洗了100多件，我自己洗了100多件。在这儿熬到机会了吗？熬到一次机会，有一次一个小太监台词呢老是过不了老是过不了，这个副导演就是特别的着急，哎，谁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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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晾了衣服了，我说导演不是我来试试吧，导演就说了，你是伺候皇上的，这个皇上呢就想出去玩，就是你如何去拦住这个小皇帝不让他出去玩。然后我就给他展示了一下，哎呀，这行孩这孩子不错呀，啊，哪儿哪的啊，然后把他这个电话号码留下来，就从这一点小的一个小太监开始，就开始这是你就是人生当中第一个影视角色对吗？对，影视角色。你还记得当时的台词吗？大概齐的，我们可以演一下啊，情景再现一下，行，我帮你选一位，行，可以，可以，可以，皇上范儿的企业家，我看看啊，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张大峰来。今天晴空万里，天气非常好，正的心情也非常好，要骑马射箭去玩一玩去。皇上，谁别拦正，今天。必须的，皇上，轿子在哪里？皇上，你不能走啊！皇上，你走了我就完了呀！皇上，你必须要出去玩。我要射眼出去。今天的天气好，我的心情也好，不去玩，咱们对得起这风和日丽。皇上呀！太后不让你出宫啊，你就别出去了呀。哎呦，看在你的份上我就不去了。谢皇上。来，大峰，你感觉我感觉就是他演的是个小太监嘛，就是说这种肢体语言呀，爬下呀，声嘶力竭，从神态呀，从肢体语言呀，从状态呀，从表情，我觉得太到位了，非常投入，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好。大风的话今天真的跟疯了一样往前走，然后呢我们都已经乐疯了，但是就是我们的选手他真的时刻都在戏里面，他一点都没有走戏，所以我觉得这种职业性的话我们真的应该给他一些掌声。谢谢，感谢，谢谢我们的企业家。好，请到座位上休息吧。除了刚才你给我们情景再现的这小太监，你一共扮演过多少角色？你有印象吗？最少有40个角色，大大小小应该差不多。哦，有的。你今天有没有带来你过往的一些剧照或者片段什么的？哦，有。哦，这是最新拍的，央六的一个《鄱阳湖的歌声》。哦，《鄱阳湖的歌声》，这是什么题材的？一个农村励志的农村一个电影。农村题材的哈。还有吗？这个是大宋清官。大宋清官里面我演狗人，那时候我是220，这是也是最近拍的一个，演的是个家丁，演个叫树墩儿，这是有点玄幻的，这是演完以后，他这个鼻子就是一个刀鼻头，就是这样给展示的，前后演过40多个角色，对，那么你当时为什么就吸引了呢？就为了他嘛，为了他，就为了他，那你快说说。我的老丈人呢是搞那个钢材生意，他的钢材生意被人家骗了一下，三车的钢材全部人间蒸发了，所有的证件都是假的。中途呢就是我老丈母娘，突然之间脑淤血，哎呦，他们家整个的这个生活都陷入最低谷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我得过来帮忙撑起他们这么一个家。然后我就塌下心来以后，我们俩在他家的地方然后做了一个蛋糕
坊，因为我是我嫂子，我哥哥那边的我亲嫂子，她做的是蛋糕，然后我们俩会去学习，然后还不错，我们那时候生意还不错。哦，所以你这个工作经历当中有一个蛋糕房。对，有一个蛋糕房，那就是在天津开的。对，在天津。我看还开了三年。然后生意还不错，一天也能做十个。我媳妇她是学这个护理的嘛，老丈母娘伺候得也非常的好，然后我们这个家庭一点点一点往前走。哎，我想问一下，他吸引这事儿你怎么看？就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人家。后来为什么我们又开这个培训学校，就是他想干这个，我就觉得跟他这个演艺事业有关，我就一直支持他。包括疫情，现在是你们两个在做吗？对。他今天来求职，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这公司怎么办呢？你自己来打理？商量过这事儿吗？现在基本上我可以弄这个事儿，自己可以来面对了。对，我们这面试啊，还有一环节，是才艺。你有啥才艺啊？这我觉得我的肢体还是，肢体动作呀，一种展示还是不错的。肢体动作的展示，对，就是一个太空步吧，太空舞。好，我就想看看各位老板、各位企业家，可能看懂我在表演什么就可以了。还得猜一下，对，猜一下。行，我们一起看一下啊。刘女士，你看过她这段神奇的太空舞表演吗？没有，没有，真没有。你先猜一下，你觉得你老公演的是什么呀？树一类的吧，就是植物生长的一个过程。植物生长的一个过程，还有没有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像是破茧成蝶，也像是破茧成蝶，对，也像生命的一个历程。你经历的一些黑暗探索，不断的去做这样的突破，然后到最后奔跑，到最后摘到梦想的果实。我感觉像一个小鸟破壳的过程。破壳哈。对，亚甫，我觉得也像一个追逐梦想的过程吧。来吧，林东阳，你自己说，你演了个啥？这是一个小的一个生命吧，它这个蛋壳也行，或者封闭空间也行。通过自己的努力破壳以后，看见这好大好大一个大的自然，然后放飞自我，就好像咏梅老师啊，放飞自我，然后呢，获得一些自己的一些许愿的一些东西。看来我们企业家还挺棒的，给你们鼓鼓掌吧。拍的都挺没有，我是觉得我有点读懂他了，就是我能冒昧的问一下，就是在东阳你的最后的那个展示啊，你是摘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哈，那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最想得的就是我们一家，我老婆，我姑娘，我儿子，包括我健健康康的就可以了。东阳，我问一下，你的少儿培训的老师就只有你自己来教是吗？一开始是我自己在天津静海的话，这个口碑是开始从我。现在我们已经兼职老师还有我们这个全职老师已经很多了啊。那你现在想出来做新媒体，因为新媒体它是一个行业，你写的是职位，我也想知道你具体想做新媒体当中的什么样的岗，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一个求职类的节目啊。是。我就想从这个中层吧，中层的一些事情做起吧。
你之前有过新媒体的相关工作经历吗？说实话，没有。但是呢，就是一些少儿表演、少儿口才，包括一些拍戏剧组力些这些相关的一些事物事情都可以。说实话哈，东阳，我说说我的感受，全程下来，首先我相信所有在场的企业家跟我一样都非常喜欢和欣赏您，但是做新媒体的工作，就像我说，它具象的有文案的岗啊，还有短视频方向、直播方向、带货啊，才艺都是不一样的。可能过往你没有这个相关的工作经历，且这个领域现在说实话也蛮成熟的了，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不是最好的优势。而你的少儿培训，我真的觉得因为有了你才有了灵魂，就是你在投入你行业当中真的带着那种炙热炙爱，因为我会被他感动，会被你带入。我觉得你要好好的聚焦，把你的少儿教育做好，我认为这个已经是做出长板，也是你的天赋，而不是现在打破重新从零到一。我觉得今天陈伟老师的确是给了一个非常诚恳的建议，但是江山我想问问你，就是同样作为艺术院校的学生，你能够去理解今天的这个东阳哥的话，他这样的一些感受吗？其实我可以去理解，就包括他来求职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大环境都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嘛，所以说我们也是想要就是试一下新的机会，然后多看看，哎，我这个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就是00后和我们的80后的不同，他的想法是，哎，环境在发展，所以我要多去尝试。而且我觉得他如果尝试新媒体这个方向，说不定他会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就不局限于现在的一个我们做教育，可能我们可以登上大舞台，让更多人看到你自己的天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要去尝试。珊珊啊，你还小，你哥已经快40了，然后我觉得你做少儿教育也不耽误你做新媒体，只需要现在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了解你，通过新媒体的方式传播你，然后落在你的少儿教育的商业体系当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闭环了。来，我们考察一下林东阳的职场情商课。你在小组微信群不小心把老板写成了老公，你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无法撤回了，你又怕大家误会，怎么办？就是呢，我会做一个短视频啊，然后把这个说是解释，把它解释清楚，但是呢，让大家呢就觉得是一个玩笑，把它给化解掉。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是撤不回来了。来，让江山点评一下。来，如果你是微信群组群里头的一员，你看到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挽尊，你会怎么看？我就是觉得挺有意思吧，我会对他的一个好感度上升。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然后挺有意思，会化解这个局面。江山和这位选手其实都是没有怎么进职场，你们知道职场一般怎么解决吗？怎么解决？就是一个红包解决不了，就两个红包。这种时候用红包其实最容易解决。对，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其实就叫他错下去，并不去解决它，其实反而的话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因为大家可能就都是把这个事情去淡忘掉了，而不要再去对。不要再把它这个欲盖弥彰，对，加深印象。好，感谢二位专家的点评。我想问一下林东阳，就是你今天的这个想找的岗位是新媒体和少儿表演，对吧？对。好，少儿表演我们舞台上好像真还没有，但是你的期望薪酬是10000。对。从我的角度去看，它其实不一定是薪水的问题，是你的定位的问题。新媒体其实你未必不能做，因为我觉得以你们自己的公司要把新媒体做好，你们要学的东西有点多，但是你进公司做新媒体我觉得是一种方式，但不是你刚才说的说做中层管理啊之类。你其实应该是一个内容的制作者，也许是做一些课程，也许是做某些自己做一个达人，这样也许是一种方式。但你要说你，因为你过去没有太多在公司做过职业人，是的，职场人，是的，是的。那你要马上从一个非职场人变成一个公司的管理层，这个跨度是有点大。做短视频平台也好，包括中视频、长视频，其实都有需求。那这方面由公司来帮你来运营，我觉得倒是一种方式，可以让你这条学习曲线至少变得陡一些。
是吧？谢谢。对，再帮你进一步解读一下磊哥的话哈。嗯、首先，你们这个机构很好，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商业闭环了。是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是怎么放化它，因为你已经有线下，所以其实你老婆帮你在做的是内部的运营。你应该去放化你的 IP， 增加你线上的影响力。其实你想做这件事情，你本身用你的 IP 来引流，最后落在你的少儿培训课上。是的，你要做的是把外边的东西引到你的闭环里啊。面试到这儿基本上差不多了，林东阳来看看八位企业家最终会作何选择，有请八位确认你们的选择。哎呦，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东阳哥在这个之前从事了五年的餐饮，我没办法提供这新媒体和少儿表演啊，我能提供的还是跟你之前你做过的，这还是你熟悉的这么个店长职位，我们就是从5000+都可以，就是说这个10000的这个薪水也好，我觉得也是后边能达到的。我们在天津现在目前有2家店，店不多，但是我们全国其他地方有几百家店。好，接下来给你几秒钟的时间选择张小生先知肉包或者谢谢再见，计时开始。林东阳，你的选择是林东阳，你的选择是，我还是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谢谢张小鹏老师。好，感谢我们的张总啊。其实我觉得今天面试到这儿，对于你们两口子来说，今天绝对不是个坏事，真的是个好事。因为我啊，看完他的资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应该增加一定的知名度，然后去吸引更多的人。然后为学校来引流，所以今天听到二位企业家如此中肯的建议，我觉得你们两口子好好商量一下啊，说不定对于你们未来学校的发展会大有帮助。但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好男人，真棒，我真替你爱人感到高兴。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再见东阳。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什么叫用户粘性呢？从字面上意思你就应该能感觉到，也就是说是否能够牢牢地抓住用户，这就是用户粘性的一个表现。那我怎么来提高用户的粘性呢？我给大家分享两个特别实用的小技巧，一个叫做品牌运营，一个叫做用户资料沉淀。第一个，什么叫品牌运营呢？当他以你的品牌为荣耀，并且愿意主动把你的品牌传播给他人的时候，用户的粘性一定会被你牢牢地抓住。另外一个，什么叫用户资料沉淀？当他在你的服务平台上留下了他大量的用户资产，比如他的荣誉称号，比如他的皮肤，比如他的好友关系，那这个时候他一定不会离开你的，他的用户粘性就直接往上冲，你也就牢牢地抓住了他。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请将您的求职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全拼2010@126.com。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冯玉婷，22岁，贵州大学科技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冯玉婷，今年22岁，来自贵州贵阳，毕业于贵州大学科技学院的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今天来到非你莫属呢，是想要应聘一些销售岗位，还有策划，还有就是新媒体，对，很高兴。好，欢迎你玉婷啊。你今天找的岗位很让我有些意外哎，因为你学的是戏剧影视表演，对，可是你却要找的是销售策划新媒体。
2016年的3月到12月是在服装店做销售。嗯，2018年至今一直在做短视频拍摄和带货主播。对。然后2021年的1月至今还是个体老板摆摊儿，括号离职原因叫未离职，就是一直还在摆摊儿。对，你经历好丰富啊！你是在体验生活吗？没有啊，就是想赚钱。想赚钱？对。哎，为什么这么想赚钱？就是想让自己妈妈不要那么辛苦。哦，为什么不想让妈妈那么辛苦啊？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然后从小就是我妈妈一个人给我拉扯大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妈妈很辛苦。从小参加学校的活动啊，主持啊，我妈从来都没参加过，我就很想我妈就真的就有时间，不用每天去上班，每天去工作，就每天就在我身边待着就好。为什么没有提到爸爸呢？我不想提。可是他终究是你生命当中绕不过去的一个人。就是我不太想说，因为我其实并不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做爸爸。很有哲理的一句话。他确实给了我生命，但是我还是不想提，就是我甚至都很避讳说到这个词。我看到你的母亲姓冯。是我跟我妈妈姓。妈妈现在组建家庭了吗？没有，因为我妈妈就是比较以我为中心嘛，我妈妈会什么都比较在乎我的感受，所以我妈妈就一直都没有说在组建家庭，就一直就是只有我一个。我也是跟我妈妈姓的，然后我可以理解你说的是不愿意提父亲那个词，因为我的经历是和你一样的，所以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应该鼓励和建议你的妈妈的话呢，再去组建一个家庭，因为她很辛苦，我觉得她也是需要关心的。我看完资料以后，我觉得你妈妈真是一个挺伟大的人，一直在深圳打工，供你读书，供你学表演，供你生活，衣食住行。甚至我注意到资料当中有这样的描述，就是玉婷的妈妈再去想和别人组建家庭的时候，他首先考虑到的不是对方对自己怎么样，是对方会对玉婷怎么样，玉婷会不会觉得舒服，玉婷会不会接受这个人和这个家庭。看完你的资料之后，我又懂了那句话的更深层含义，就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妈妈今天知道你来非你莫属找工作吗？不知道。我很害怕我妈妈看到我，就小的时候会很期待我妈妈参加我的每一次演出，但是慢慢长大了，我会很紧张，我会很害怕我妈妈看到我脆弱或者不好的一面。我本来想开开心心录完，然后让她开开心心看，我就生怕我妈妈看到我哭什么的。你活得太坚强了吧？就连我们公认认为外表很坚强的小乌龟，你摸摸它的爪子，也是很柔软的。对，其实让妈妈懂得你也一直在挂念着她，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你作为子女来讲，更多的是要分享，要给妈妈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因为你分享给你妈妈，其实是对你妈妈最大的一个安慰和安心。我真的建议你，节目录制完之后，给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妈妈，我站在这个舞台来展现我自己。其实我相信那阵你妈妈是非常非常骄傲的。我不希望今天的面试是以这么沉重的话题作为开始，同时也要引出今天参与冯玉婷面试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来，大家看我们的专家席。谁呀？大家好，我叫罗成，来自贵州遵义，然后今天很高兴能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今天是陪我女朋友过来的。来来来，鼓鼓掌啊！小子，你有福气啊！你第一次是在哪儿碰见冯玉婷的？我们是在大学里面认识的，然后当时嘛，然后他在我们对面班上课，很多人表演，然后他在里面很出众，然后就突然就看到他。他演什么你还记得吗？演的是那个。你死定了！我想得起，就是那个剧。看我的手势，啪！驴得水，驴得
得水，我想得起，演什么那个剧？驴得水。驴得水。对，当时就看着他特别出众嘛，然后在中间，然后当时下来我就喊他约他出来吃一下饭啊，然后慢慢的接触，慢慢的我们就在一起了。哦，对，天天咧个大嘴到人家班级门口傻笑。对对对，就看完演出之后，我一出教室门。然后一出来就这种是吗？他就在门口，风一停，我说怎么了？我说你演的真好，他说你长得真好看，他说你是里面演的最棒的，他就一直在门口说，就一直尾随我，缩到那个厕所门口。你看他用这个词啊，尾随，一直尾随到哪儿？厕所？厕所门口。然后说完回来之后，他还在那儿说，然后他本来他就害羞，他脸又红。他害羞？他真的很容易害羞。我的天哪，你是不是对害羞有什么样的误解？一个害羞的男人会跑到一个小女孩的面前说：“冯玉婷，你演的真好。”而且害羞，没有，而且还憋到厕所。他结巴，我的妈呀！刚才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一点都不结巴，证明他对一个有魅力的小女孩一点都不结巴，你说是不是？他就来去就那么几句，就一直讲。然后后来他就约我出去吃饭嘛，我就化了个妆出去。就他一看到我，他说：“哇，冯玉婷，你不化妆也真好看。”他说：“你是我身边长得最好看的。”我说：“好吧，我都化了妆的。”天哪，你太可爱了，你太简单了。我被骗了是吧？对。我相信罗成是个憨憨。对，我不是，我喜欢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然后我夸他的词语，然后我就只有来回这几样，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说。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好的说这样。罗成，你有过几个女朋友？不算她，不算她，四个。那个工作人员可以把罗成的椅子撤掉了啊！我们诚实，我们诚实就取消了。我觉得玉婷完全可以自己应对。你知道她以前的那些女朋友吗？我知道。知道。你有几个男朋友啊？就也就算四个，总共。1:1。来，成功，你先不用过来了，罗成的椅子先留下吧。他们俩是势均力敌的啊。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中国式求职啊。罗成，你作为中国式求职的这个亲友团，我想问问你啊，冯玉婷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她的优点就是特别负责任。负责任。她就做什么事，对，她一定要把它做完，她才肯走。就我和她出去什么卖东西啊，摆摊啊，她就非要把这个东西卖完她才肯走。很坚韧，目标感很强。对对，她可以让我在那里休息，然后她自己去卖，她就把它卖完。就是那你休息吗？对，如果我特别累了，她就让我休息一会，然后我先卖，然后等一下，啪！你死了，你脸皮好厚啊！哎呀，一个女孩子啊，在深夜的时候去卖东西，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在旁边休息，我听不下去。是这样的，因为他是给我几个气球，我就在那里坐着，然后就这样卖。冯玉婷，我强烈的回去要求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们回到冯玉婷身上啊，我问你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甭管是学播音的还是学表演的，你有没有想过艺术之路走不下去怎么办？想过吗？想过啊。这两年的话是一直在做短视频拍摄，做账号，做教育平台的，还有培训机构的，还有一个关于英语教学的儿童启蒙的几个账号。涨粉普遍都还可以，都是垂直精准粉，涨粉是在10.3万这样子，然后单条视频点赞最高是37点几万，然后近几个月开始做的直播带货，销量一个月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不投流的情况下，一个月是38万。38万，你一天播多长时间？4到6个小时。4到6个小时，这个号几个人在卖？4个人，但是我刚说的那个流水是属于我个人的那个时间段的。你那个是纯自然流是吧？大部分时间是自然流，就是他中途他看你状态特别好，他就会给你投，但投的不多，因为白天时间段的话，看我们那个品牌看的人比较少。啊，那我问一下，然后你的那个综合退货率是多少？1退加2退。这个我不知道。其实他是主播，他不是运营。对，这个我不知道。是这样子的，你做带货主播做了多久？做主播做的大概2个月。好 ，OK。此时此刻，假装直播间，给你3分钟时间，相当于像直播一样的场景，可以吗？可以。卖食物还卖什么？让他自己选。好，调整一下，你说开始就开始。Hello，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宝宝。宝妈，咱们这儿呢是非你莫属的教育 Apple Pro 的一个官方旗舰店，所以说不管是售后还是品质，您都可以放心的。咱们来都来了，千万别
要带着疑问离开咱的直播间哈。今天一号链接啊，特别适合咱们两岁的宝贝呢去打一个简单的一个基础，是咱们一个关于语数一个启蒙的一个内容的。如果说您手头预算比较充足啊，可以考虑一下咱们二号大全套，因为二号大全套呢是给到咱宝贝一个全方位的发展。心动的妈妈赶紧下方链接去抢，您现在拍，拍完之后咱们半点之后再给咱妈妈抽一波奖，好不好？好，马上调整卖酒，马上调卖酒，马上卖酒。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咱进来的哥哥哈，上点关注，下点赞，直播间里面转一转。今天咱们小黄车里的福利真的很划算，一号链接咱们家这一个非你莫属这一款酒，咱们的一个酒厂呢是有一个38年的这样一个厂龄的，您放心大胆去拍，大酒厂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错成本几乎是零。您但凡觉得哎咱们这口感不行或者怎么样，您给咱退回来好不好？一分米不用您出，哪怕您喝了就剩见底了，没关系。卖你身上的衣服，卖你身上的衣服，卖你身上的衣服。Hello， 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小仙女哈，咱们主播今天穿的这一套呢是咱们比较适合通勤的这个衣服哈，这个面料是雪纺的，非常的透气，然后咱可以看一下这个全身的一个效果哈，咱的各位小仙女啊，卖你脖子的项链，卖你的项链，卖你的项链。Hello， 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姐姐，咱们上方关注点一点哈。今天在咱直播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主播脖子上的这样一条项链哈？咱们的银呢，您戴在身体上啊，它其实对咱们的某身某体它是有好处的，不会说哎呀特别劣质啊，特别容易过敏啊什么的。而且银呢，它是可以驱寒的哈。咱的各位姐姐，这个款式是非常非常好。我要了，我要了。我跟你说，你真的是要了，他马上就给你撑起来。因为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我的脑子就一下子好像是我的身体自然反应出来的，我觉得出来的效果也还行，我觉得其实他是帮了我，所以我挺感激马瑞老师的。我觉得刚才的考验其实就是应对一个主播的应变能力，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棒的一点是，有没有发现他四个产品是四个不同的说话的节奏、称谓，然后以及针对产品的迅速调整状态的应变能力，对，然后非常好，太精彩了。真的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我就从目前就这个阶段表现，我觉得可以达到95分以上。谢谢。我看他的经历上写的是短视频和那个主播带货，我想了解一下你短视频的你是负责哪方面？出镜演员。就只负责出镜。对。他学表演的吗？我来问一下，你有没有过往的一些片段？片段，我们看一下。我带来了。带来了。大家可以看。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师傅，我们能再换个目的地吗？我有事君，昨天早上他还给我写信了，一个字一个字的在说着我们的未来。我跟你说，他绝对是个好苗子，而且的话，他拍戏的话是走心的，因为我以前也是学表演的。如果你有表演功底的情况下，你做主播绝对是很容易成为一个高级主播。我不太赞同啊，我不太赞同。你的表演能力虽然很好啊，但是我说做一个主播，你的内容应该跟你的账号有关联的。我实在看不懂，你是跟一个什么样的账号有关联？你应该不，我跟你讲一下，是这样的。比方说短视频类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表演力。不管是短视频演员还是一个卖货主播，他的表演力够强的情况下，他可以驾驭任何题材的。你是一个就是可以迅速进入状态的一个女演员，这点特别好。你是我在这个舞台上见到表演演的最好的演员。谢谢。对。然后我再说一下。你好简单啊，每一个学表演的他都这么。真的吗？我认为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女孩子，她做很多事，很多职位，很多方向都可以做得很好。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冯玉婷的心理投射分析。这位选手的画呢，他画了一只猫躺在床上，并且有一只手在逗这只猫。首先，这幅画说明什么？说明这位选手单纯、天真、非常可爱，充满了童趣。我们说猫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敏感、善变还多疑，所以我希望在职场
还是生活当中，你都应该把你的这种敏感多疑善变呀、改变，怎么样，要专一，要执着，要认真，只有这样呢，你到了职场当中才会做得风生水起。丽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你家是在贵州对吧？然后你的男朋友也是在贵州，但是我看你的期望的工作地点在北京、深圳，在工作和你的家庭这方面来选择的话，你会怎么选择？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就我男朋友他是挺支持我的，我们俩最开始在遵义，后来我想去贵阳，他就陪我到贵阳，我说我毕业想去北京深圳，他也是做了打算陪我去的。你考虑过没有，比如说你的男朋友跟你一起到北京和深圳，他做什么呢？他要重新面临找工作吗？对，我可以到他的城市然后去找一份工作。就是意思就是说，来，我们先鼓掌。你想找一份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呢？那个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今天冯玉婷求职成功了，罗成下去跟编导约一下。你的专业是什么专业？下一轮再来录制的时候，罗成就来，然后冯玉婷坐在那儿给我们节目组带个锦旗。好办法。哎，然后呢，罗成再来找工作，然后当时招冯玉婷那个企业家还要在。然后再给一个岗啊，然后呢把他们俩都招走。你是什么专业？我是想去找一个销售类的专业。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接受玉婷未来会变成一个女强人吗？好问题。因为我觉得我要是招到了玉婷，我觉得三年之内我会让她变成非常非常强的，因为我觉得她具备所有女强人的标准条件以及非常棒的一个leader 的条件，所以我想问一下啊，克制。如果假如有一天玉婷她变得特别强势，而是各方面都很强，但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想过这个结果吗？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也会自己去下面去学习嘛，然后尽量不断提升自己，来和她找成一个平衡。太好了，不错，很好。来吧，我们看一下剩下七位企业家最后作何选择，有请。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祝贺你冯玉婷。还剩下七盏灯，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那我给你提供的岗位的话呢，是卖货主播，然后底薪是6K，然后工作地点是在深圳。好的，谢谢。我觉得你的能力是比较综合的，然后我可以给你一个社群运营的岗啊。我给你的月薪是那个6000加，谢谢。谢谢。如果你来到我的公司，我给你的岗位是电商主播跟短视频相关的业务，给你的这个薪酬是7K加，工作地点在广州，离深圳很近。那我个人的粉丝有3000万，我特别想请你成为我之后的主播天团当中非常非常棒的一位超级主播，你有这样的潜质，谢谢。好，谢谢。我们是刚起步，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不会差，我直接就给你开，8K 的一个薪酬，希望你能加盟我们重庆书画院，地点在天津，谢谢。我给你的岗位是带货主播，然后月薪是5000加，地点在天津。好，谢谢。我给你的这个岗位哈、是新媒体主播，这个包括了一部分短视频，底薪是8000，然后加上一部分的直播带货的一个提成，包括短视频这个裂变扩散的产生的这个业绩的提成。我给你的岗位是线上线下营销，那线上呢可能以新媒体或者主播为主。好，感谢各位企业家。接下来冯玉婷，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不知道，我自己好纠结。来，罗成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男朋友应该帮玉婷分担一些啊。你觉得哪个好？头一回看到七位企业家呀，望眼欲穿，像这个等待着人挑选的水猫似的啊。我们有那么惨吗？接下来灭掉5盏灯，留2盏，请出发。谢谢老师。老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啊。谢谢老师，谢谢你，老师。也跟我想的一样，来，我们有请马
瑞和肖音走上竞价台。如果你能加入 InFace 的话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是短视频内容输出这块，那么也能发挥你一些表演的一些特长。然后另外就是我刚才讲过有个杀手锏，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给双职位哈，就是而且他肯定会比你，我觉得他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一定比你差。你给罗成的岗位是在贵州还是在深圳？在深圳。哦，这个不错，来我们给肖音一点掌声啊。现在压力来到了马瑞这边，我只能说他把我的话说完了，我也可以提供双职位的。第一件事情，因为我跟你的原生家庭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对，因为我也是我的爸爸两岁把我抛弃，我就很小一个人自己生活，独立生活。我也从很小一个人，从12岁半开始自己住，14开始打工赚钱，一从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什么都没有，到现在我做到了中国只有一个马瑞，粉丝有3000多万的马瑞。第二件事情，我为什么愿意留双职位？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旁边有个人真的守护你和陪伴你和爱你，所以我也愿意给双职位。我不觉得两个人在同一个公司是个好事儿。不是同一个公司，在广州我有几家呢，不管是我的公司我的合作公司，马瑞老师毕竟还是个名人啊，在广州的人脉，我可以让你的男朋友在广州寻求一个他适合的工作，这是我也可以做到的。但是我觉得你不要因为这个来做选择，你只要考虑好你自己的独立的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因为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提供两个核心竞争力。为什么？第一件事情，我可以让你在主播能力上面变得更强，我可以让你在主播道路上能够持续的赚钱。所以马瑞身边从来没有第二个马瑞，但是你来 InFace 你会成为下一个马瑞。对不起， InFace 没有能力帮你打造下一个马瑞，只有马瑞能够，你不需要成为马瑞，你只要成为冯玉婷。最后这点时间你们俩再商量一下，给你几秒钟， InFace 或者修图师或者谢谢再见，考虑时间开始。时间到，玉婷，经过商量，你最后的选择是？我真的很想去深圳，然后呢，但是我选的是马瑞老师。祝贺马瑞，祝贺冯玉婷，感谢肖音。来，冯玉婷和两位一直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吧。真的谢谢谢谢。也可以继续帮我们卖产品。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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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所有企业家的未来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谢谢马瑞老师，欢迎你加入。我此时此刻有点吃醋的心情，是，我觉得你这样的求职者，在中国在当前是稀缺资源，所以向你抛橄榄枝，跳槽的时候记住大风文化，联系我，谢谢。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老话老说，这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捡苦命人，其实不是这样。嗯，你过往的经历的的确确伤害了你。但是让你更加的强大。对，其实当马瑞和肖音在抢你的时候，当你在和罗成商量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可能从你接受你家庭的现状那刻起到今天，你终于阶段性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你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你终于从那些苦难当中站了起来。一个女孩子愿意让自己强大，去吃苦去累，然后保护自己的妈妈，保护自己的爱人，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人去终其一生去找寻的真爱。你真的有一块宝要珍惜，好不好？好的，小好的老师，谢谢。好吧，祝贺你们俩，然后牵着手幸福的离开这个。哎呀，好尴尬呀。牵着手啊，有什么可尴尬的，就当演戏嘛啊。好。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祝你们工作生活一切顺利，再见。祝大家天天开心。谢谢谢谢。因为我听到马老师他说他和我有相同的经历嘛，就一下子就大家的心都是一样的，就大家都是经历过那样的东西的，会更了解彼此，并且他就是同样的经历，他认定我能成为那样的人，会给我更多的信息。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完整视频。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全拼2010@126.com。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如果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招募人才的话，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com。